好，好，就是代表，你等于是属木，等于是属木。前两年运气还不错，但是今年可能爱，我一直想在今年后明年嘛，想更换跑道。思维，思维，嘿嘿嘿嘿。很准，很准，很准。压力是几点？一个月前喜欢换跑道，今年跟明年呢？去年来不会说那么强的，但今年很强。哦。今年年轻，这年嗯，想要换跑道。哎呀，不然我怎么办？出生日对不对？出生的年呐、啊。对对，雷。五行啊，雷。你这边帮我盖个章啊，这边帮我盖个章，因为我刚刚修改又盖了。OK， 好 ，OK， 那之外。盖在下面啊，不要压到它、啊。对，才看得清楚。这是你的章哦。这不是我的。我的在这里，我呢。你若是找朋友来啊，无得坐这来坐。系啊，来遮，系啊，系啊。无代志啊。系啊。那如果电脑这边可以插电吗？可以啊，有啊。哦，拢有。有啊。哇。啊，个有 WiFi 啊。哇，这怎么样？齐全的，哎。这等于讲。WiFi 嘛，是遐多。哎呀，赶快，哎。不能很难想象说当初一个月做八十几万，现在变成这样。你真的没有想到？哎，无法度，大概拢想无搞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一个你看从一月开始，你看到哇嘞吼，啊，哦，危机也是转机啊，危机啊来的时候就开始在想啊。是有足多物件准备要，机会啦，大家你若。那就讲有机会了，我们有一个叫做依赖那个，因为昨天有传给你看了。嗯，我再给他看。就是说，我们马桶是不是要刷？嗯，对。什么时代刷？不用刷。不免啦。冲冲好啊，一下轻松掉。我们上厕所会有异味。对。我臭你就对。对。我们上厕所不会臭。哇，这好物件，哦，那有点字的，那都是温水、温做这个。这有影，这那一般家庭，大概来讲，你是金骨窑。给你看啊，现在我先给你看这一张啊，好，这是湖下这边哈、这边这都是透天，蓝色的是透天的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卖的是透天的。好，然后黄色的里面是有电梯的好啊，然后黄色的是公寓，就是两房的，两房的公寓啊，电梯的吧，电梯多少钱？现在就有客人在问，对，要电梯的，我们要算一坪多少啊？电梯的那个啊，问你买498，498坪数嘞，坪数是61平方米啊。等一下，那我们现在要写的是透天的跟公寓的，对不对？两种嘛。那，我看我先写。不像。你有那个平数的表吗？应该会有。你的代数是陈淑慧是吗？已经进行几亿了。对。你给我一个坪数的表，公寓的跟透天的。
所以我们这两天要去贴广告。好啊，好啊，哎，对吧？还没这么紧啊，噔。应该是你在前面看，倒几间有卖错，倒几间有卡袂看我咧。有啊，红色的是卖掉了，红色的，啊、哦，红色的卖掉了，啊，那蓝色的是可以卖的，加一下。下嘿。嘿，一下。好的、哦。嗯，很清楚。那现在就只有它没有平数啊。啊，几房几位有写吧？这边会写，哎，一般人家人家写那么多。因为那个啊，你不是还要录影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要拍啊，哎、啊，一定要拍。啊，这款。好，你先给我。哎，对。哎，你就要去拍。哦，嗯，加拢有、哦，嗯，对对对，用平数，因为有主建物、附属建物，哎呀、啊，公社下来拢，人拢伫问，啊，这公社挂单，一定会问啊，啥公社的？他们个还好，较少嘿。我现在台湾的哦，台湾，你听下大金，60点多了，你自己看来。好好，我来看。我四楼都卖掉了、啊，四楼都卖掉，四楼跟三楼的间接都卖的，其他都可以卖。哦，好。嗯。一二三楼都可以卖，但是三楼的那个间接降价。不管这事情本来是我得罪的吧？他去哪里？我不清楚。哦。这个太重要了。而且他们现在要生哦，算是很不容易。哎，不简单啊，那少年呢？是不呀？愿意生就不错了。家庭能有几啦？有啊，拢在台湾。对对。哎，你看少年要等来金门。几个？二八二九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阿伯阿伯，哎，要看见啥真简单。安尼哦。结的是拖。哦。结婚一下。还没有四十多。哦，嘿嘿嘿，厉害。是啊，你看。我来问我讲。因为他们都不嫁嘞。不一定。无，咱最多设一个姻缘馆。姻缘馆，然后。我讲的像笑的。啊。哈哈。就叫你。啊，今年啊有咱们有年黄泽培那个吧？黄泽培很高啊，秃头啊，黄泽培啊。你讲你养活吧，你讲。哦。我讲。跟那文同学。对啊，差不多。不是很高嘛？嗯。秃头一样。嗯。哎呀，黄泽培啊，我就叫黄。黄江啊，你夹着迄个人情嘛，要娶新娘，娶个新娘就是，啊哈，无你，未有哦，哎，落出去未使，保未掉，啊，这保不未掉，保未掉，一个已经去摆掉安尼体啊，摕你讲咧，啊，啊啊，你一旦去摆地上，哈哈，我讲看你句话，我是可以，我是。嗯嗯嗯，我是可以，但是我无要趁钱，我无。对，哎，唔是咧收红包诶，对。我咪收红包，我甲你讲可以。哎，可以甲你讲讲，你爱。紧抓，紧抓。二楼请，二楼请。哦，哈哈哈，小二。